法委员会初级委员八元已逐法定人数。不知道。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请议事员宣读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八届第八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4年11月4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12时4分，11月5日星期四上午9时1分至11时27分。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黄伟哲等出席委员13人，列席委员孔文吉等列席委员17人。列席人员：11月4日星期三，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董祥龙及所属人员。行政院主计总处基金预算处科长陈雅慧。11月5日星期四，外交部部长林永乐及所属人员。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施文斌，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黄德福，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秘书长邱达森，行政院主计总处科长邱佑慧。主席：11月4日陈召集委员郑湘，11月5日黄召集委员韦泽。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11月4日审查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与附属单位预算，关于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非营业基金作业基金一、国军退出一官兵安置基金二、荣民医疗作业基金。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董祥龙报告，委员黄伟哲等15人质询，均由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董祥龙以及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张德明及相关人员及其答复。决议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并附之本委员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所定。委员马文君等3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三、审查结果：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国军退出一官兵安置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收入总额原列228282万元，增列安置基金管理会业务收入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其余均照列，改列为228382万元。二、支出总额原列12亿7229千元，减列服务费用300万元，含劳力承揽人力50万元、旅运费50万元及一般服务费200万元。其他业务费用中，安置基金管理会于杂项业务费用项下，荣民职业训练计划之职业职训中心荣民券专案训练100万元，科目均自行调整，共计减列40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2亿6827万9千元。本期剩余原列10亿1054万1千元，增点户底后增列500万元，改列为10亿1554万1千元。三、结缴国库净额无列数。四、转投资计划部分1亿元，照列。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2亿1112万4千元，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补办预算部分，清境农场及福寿山农场之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2900万元，武林农场资产之变卖44万6千元，照列。八、通过决议27项，请参阅，请翻至14页。二、荣民医疗作业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收入总额503亿7973万2千元，照列。二、支出总额原列497亿2570万5千元，减列服务费用390万6千元，含劳务承揽2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旅运费589000元，科目自行调整，及专案服务费131万7千元，材料及用品费向下用品消耗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管理及总务费用，高雄荣民总医院台南分院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共计减列540万6千元，
其余均照列改列为497亿2029万9千元，本期剩余原列6亿5402万7千元，增列540万6千元，改列为6亿5943万3千元。三、结缴国库净额无列数。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36亿1603万6千元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补办预算部分无列数。八、通过决议14项，请参阅，请翻至19页。四、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关于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非营业基金之国军退出役官兵安置基金及荣民医疗作业基金审查完竣，审查结果送财政委员会会诊后提报院会，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11月5日星期四，审查外交部主管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及财团法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105年度预算书案。外交部部长林永乐报告，委员黄伟哲等13人质询，均由外交部部长林永乐、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施文斌、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黄德福及其答复。决议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外交部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并附之本委员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所定。二、委员将其曾邱志伟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三、审查结果：一、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一、工作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支部分：一、收入总额14亿4333万8千元照列；二、支出总额原列15亿435万7千元，减列人事费100万元、自办业务支出50万元、投融资业务支出53万元、国际教育训练支出项下奖助学金之捐赠50万元、委办计划支出156万元、含外交部扩大外籍生来台奖学金计划56万元，科目均自行调整，共计减列409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5亿26万7千元。三、本期短处原列6101万9千元，减列409万元，改列为5692万9千元。三、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四、通过决议17项，请翻至第26页。二、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一、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支部分：一、收入总额1亿4560万元照列；二、支出总额原列1亿4470万元，减列管理费用项下水电费10万元、其他业务支出项下油电费10万元，科目均自行调整，共计减列2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亿4450万元。三、本期剩余原列90万元，增列20万元，改列为110万元。三、通过决议2项。三、财团法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105年度预算。一、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支部分：一、收入总额1679万5千元照列；二、支出总额原列1660万4千元，减列劳务成本15万元，含印刷费5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645万4千元。本期剩余原列19万1千元，增列15万元，改列为34万1千元。四、外交部主管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及财团法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105年度预算书案审查完竣，审查结果提报院会，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以上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没有异议的？没有，没有的话，我们通过议事录哈。接下来请议事员宣读讨论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讨论事项：一、审查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
关于侨务委员会主管信托基金一庄守根公益基金，二受理捐赠侨生奖助学金基金，二审查侨务委员会主管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及财团法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105年度预算书案，宣读完毕。好，我们今天介绍与会各位委员跟列席各位官员。首先介绍我们陈正乡陈兆伟、詹凯成詹委员、蔡启农蔡委员、肖美琴肖委员。接下来侨务委员会政务副委员长信世昌副委员长、常务副委员长吕元荣、主任秘书张良明、综合规划处处长荣佑娥、侨民处处长庄琼芝、侨教处处长张景南、侨商处处长林瑞龙、侨商处处长廖静芝、主计室主任陈瑞美、行政院主计总处专门委员吴信忠、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吴松柏、财团法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董事长龚文平。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请侨务委员会信副委员长，因为侨务委员会陈委员长因为公出到海外去了哈，那所以请副委员长就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按附属单位预算关于海侨委会主管庄守根公益基金受理捐赠侨生奖助基金，以及侨委员会主管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财团法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做综合报告，请简要。们大家好，非常抱歉，因为我们委员长呢，今天才从巴黎飞回来，所以由世昌来，今天来代理报告啊。那么我这边先报告两个那个基金，就一个是庄守根公益基金，还有另外一个是受理捐赠侨生奖助基金，104年度跟105年度我们的这个预算编列跟它的那个执行的情形啊。庄守根公益基金呢，它这个基金是非常早的，那么当时我们是只用一笔钱来当做我们的本金，然后这是每一年靠它的收益能够有点捐助，所以在104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收入收新台币是6667块钱，那我们颁发了7位同学，那么支出就49000元，所以它的短少42300多块钱了。那这是由以前历年来的累积的余额来那个加以支付。那受理捐赠侨生奖学这个基金啊，是在104年度的时候，我们总共收入是新台币513万元，那这都是各界陆陆续续不断涌入各种的捐款哦，所以那个经费是比较高。那我们就颁发了总共有397位侨生，那么支出是528万元，那么就是收支相抵以后，事实上还缺14万。那么我们就用以前的累积的剩余的这个金额发放奖学金。这个为什么都会有这个收入这个不足的问题，是因为是我们现在这个奖学金以前一进来以后就存到银行里，那现在利息越来越低，所以呢现在能够发的金额事实上是比较少的，所以呢这两个奖学金在104年度总共就发了400多位。那么105年度啊，庄守根公益基金会呢，这个公益基金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展开我们的这个作业啊，我们收入编列新台币是37000元，然后呢支出的时候编列的新台币是42000元，那仍然是少5000元，仍然是可以由我们以前累积的经费来支出。那另外这个受理捐赠侨生奖助基金啊，我们这个105年度啊收入编列的新台币278万多元，那预定支出是294万多元，那么预计也是短少大概有16万7000元左右，那它还是可以由我们以前所累积的这个就是累积的剩额
这方面来那个颁发。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个主管的两个奖学金的业务，这两个奖学金尤其是受理侨生奖学金，它因为这里面很复杂，这受理的笔数非常的多，而且呢很多人捐奖学金的时候它是有所那个指定的，比如说有南美洲的侨领，他就指定只能给南美洲的人，哦，也有人就专门只给越南的这个我们的侨生，所以这个作业起来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都是用很严谨的方法来这个颁发这个奖学金。那么另外啊，这个两个比较大的这个基金会，就是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海华文教基金会的部分。那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吴董事长来跟各位来加以报告？好，请吴董事长简要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院今天审查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105年度预算，松柏非常荣幸奉命来列席报告。海华文教基金会于民国80年成立，至今已经有24年，其工作目标为下列三项：第一，鼓励侨政学士研究，提升华侨在世界各地之地位；第二点是协助政府推展华侨教育事业，奖励及培育侨界的优秀人才；第三点是推展华侨文化事业，在海外传扬中华文化。基金会创始基金为新台币4亿元，由侨委员会捐赠，基金会之基金不得动用，系以基金的资息力办理各项的业务。基金会业务的执行之大要，本基金会执行业务的方向分为三个方向：国外部分，鼓励及补助海外的侨胞文教团体传扬中华文化及华语子弟接触与研习。本会去年成立，成功的办理第一届海外书夺奖之后，今年办理中华民国第一届海外十大杰出青年，得奖者分布在亚洲、北美洲、欧洲、非洲、南美洲的及大洋洲，涵盖全世界六大洲。105年也将继续办理这个海外书夺奖，奖励在海外努力耕耘华语文的教师、杰出青年与书夺奖的活动，将成为本会每年例行的重要业务。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董事长。接下来来副委员长，还有信保基金吗？海外信保基金吗？是。好，请龚董事长简要。对，信保基金请我们龚董事长报告。啊，龚董事长简要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大院今天审查本基金105年度预算。那我先仅就104年的业务推展情形做一个简要的报告。那么在业绩的部分，我们1到10月份承作7409万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长1%，对于协助海外侨台商取得营运资金具有相当的效益。在风险控管的部分，到10月底，我们的预期金额是85万美元，预期比例是0.84%，比去年同期减少25%，那么也是基金近十年来的最低点，显示整体风控具有相当的成效。在追偿的部分呢，我们今年透过全面清查主从债务人的财产来加强催收，1到10月份我们收回有1071万，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470%。那在财务收入的部分，我们今年恰到7家银行捐助基金各1000万，一共是7000万。同时1到10月份我们收支相抵以后，有结余1851万，比去年同期成长365%。同时我们从101年开始已经连续将近4年收支都有剩余，显示基金整个财务状况有大幅的改善。那么在明年的这个营运目标的编列，我们是编列1亿3850万美元，比去年增加1.67%。那么主要是考虑整体经济的情势发展以及业务的趋势，
同时大陆港澳的案件不再续作，所以未来我们会加强其他地区的保证的业务。那么在业务重点的部分，我们有六大项。第一个是继续加强推动保证业务，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配合台商的需求来增加保证的这个推展。第二个是加强风险的加强这个业务的宣导，我们希望透过拜访银行、举办业务会、说明会的方式，那么以及透过媒体的广宣来加强宣导。第三个是风险控管的部分，我们会审慎来核保，那么确实落实授信五 P 的原则，能够来确实的审核，降低保证的风险。那么第四点是财务收入的部分，也希望来加强，那么包括提高资金运用的效益，增加保费的收入、追偿的绩效以及财务的收入。那么第四点是我们第五点，我们要修正相关业务规章，配合业务发展的需要。最后一点是提升员工业务的专业能力。那么这个部分呢，事实上我们应该要与时俱进，来参与相关的训练课程，同时也正在推动员工取得专业证照，能够来确实的来审查银行送保的案件。那么在预算编列的部分，105年度收入我们编列3902万。比上年度增加4.94%，将近5%。那支出的部分是编列3722万，比去年减少20.96%。那么收支相抵以后，结余179万，比去年增加118%。也就在收入的部分，我们有增加，支出有大幅的减少。那么同时也是有比去年的这个亏损数有增加，来编列剩余的部分。那么未来我们仍然会持续加强来推动保证业务，为我们海外侨台商提供最多最好的服务，那么也要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加强风险控管，持续来强化基金的财务体质，以落实政府照顾侨台商的这个政策，协助我们海外侨台商来拓展他的事业，提升国际的竞争力。以上简要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支持指教，谢谢。好，谢谢汪总长。来，副委员长。是的，我也想特别来那个说一点很有意思，我们的这个信保基金啊，这个龚董事长上任以后，他不只是扩张他的业务，而且呢，董事长带他的团队很厉害，他能够追查以前呢、啊，过去10-20年来别人借钱不还的这种情形，因为大部分都是侨民在海外，那要追那笔钱那些钱啊。坦白说是非常的困难，那些呆账非常困难，但是他们居然有很多的手段，很多的方法追，而且追回非常多笔。那只要海外的人一回到台湾来，只要偷偷回来一涉及，或是一有一种交易的情形，他们就可以立刻查得到。我想这个是非常特别的情形。谢谢。好，谢谢副委员长。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询答。我们征得大家的同意哈，原立本会委员。我们在4+2，非本会员4分钟，然后10点发言登记截止，好不好？好，开始。第一位蔡景龙委员。谢谢主席，请信副委员长。信副委员长。是。哎，副委员长。11月14号早上，我看到新闻了，马上打电话给外交部啊。是。第一个时间就确认了。我们这个侨胞啊，没有人受伤哈。对，没有。那我想，我们现在主委还在法国是吧？今天早上会回来。啊，今天早上会回来哈。对。那你那边的我们侨民的心理状况如何？侨民那边呢、啊，事实上，我们透过我们所有的管道，包括我们在那边的我们的台商以及我们的侨团组织啊，就一开始我们就开始。跟他们询问说是有没有侨民受伤，有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所有的回报都通通都没有。那事实上我们委员长那个时候呢，发生的时候正在飞那个比利时的途中，所以那个时候也在考虑说要不要进巴黎，但是我们驻的巴黎的代表就是觉得说是大概事情已经过去了，没有问题，所以委员长前几天才那个进入巴黎。那到了巴黎也这么慰问侨胞，参加了非常多侨团的座谈，所以我想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侨民在巴黎的情况都还非常的好。其实一次的恐攻，是它带给人民的感觉是那种恐惧，是那种不确定性，是因为我们后续是不是安全不知道。就像您站在那里，如果你觉得不安全的时候，你心里会有恐慌，是那种感觉是很不好的。对，所以我才会问侨民的心理状况哈。那我想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呢，我们应该。啊，表达我们的关心之意。是，那请把所有的联络管道啊给做好。
是，尤其在欧洲整个系列，因为这个这一波的难民潮，对，在很多国家都有啊，这个难民啊，在各个国家里面，那哪一个是背包客，哪一个啊是恐怖分子啊，分不出来 IS 分子都不知道，对，分不出来。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一波啊，在欧洲啊掀起的是那种紧张，对，那种恐惧，那种不确定的未来啊，所以我希望说我们侨委会在这一方面呢、啊，能够来多加强哈、哦。是。另外侨那个跨国的侨生啊，在台湾也不多，不多。那么这个一个是大专院校的六个国中小的哈、哦。对。那么我想也请啊、我们侨委会啊适时的表达关心之意。哦，了解。哦、是的，是的。因为这一些部分呢、啊，虽然他们在他们也会关心啊、因为国内的情况啊，对，看起来是蛮复杂严重，而且现在又要攻 IS。啊，总部的话，那么是不是会引发更多的这个恐攻啊？这个我想，我们的这个也要请我们的侨委会啊，在我们国外海外的这些侨胞们呢、啊，多多表达关心之意，也对台湾啊的这些啊侨生啊啊给予慰藉，好不好？是是是。另外，刚刚讲的信保海外信保基金，坦白说是不错的哈。是。那龚董事长报告、啊、很详尽，而且我看的数字啊，这个非常恭喜你啊，谢谢你。但是呢，我是觉得说，像越南的513转让的部分呢、啊，对，我们金额是不是少了一点？583万，那我们这个104年哦，啊，才263万，加起来不过846万。是，但是我们有400多家厂商啊。是是。那、啊、你弄这么一点点钱，大家都想推，而且就手续简便又免息，那你说这样的话，啊，增多多少？这样符合实际的需求吗？ 是的，我可不可以请龚董来，龚董来那个说明，因为我们呢，来请龚董这个方面跟所有台商都联络哦，他们来。谢谢委员。报告委员，在越南513事件一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立刻组成了这个越南513专案，同时也派员到越南去。那个我都清楚，你刚刚报道的，你的业务啊，我也觉得应该要谢谢你哈、哦、的付出。但是我在讲的是我们的金额太少。是。那关于这一点，经济部量这么大，400多家，你的800多万美金，还没去做啥？报告委员，事实上我们有一家一家的去询问，在26家重灾户里面，我们有承保22家。那么其他的部分，因为受灾比较少的部分，他们觉得自己资金可以来支应，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我们有全面的去打电话。那么一一的打电话，目前来讲有需要的，大概我们都已经帮助到了。Okay, 特别是在丰明的这个脚踏车电厂，最近在大灯的新厂已经全面这个落成，开始启用了。被烧光了还要得奖啊？但是他因为这次还获得海外的这个、你要讲 这一家，我就想到他好像是得了经济部奖，是是是，经济部的颁这个，因为他浴火重生，重新站起来，啊、是、啊、好吧，没关系。但这一部分呢、啊，你做得很好，但是希望啊，在这一方面看，我们在越南的这个513专案里面，是不是还有需要的？是有的话，我们都尽量给提供协助，好吧？谢谢委员，谢谢你，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蔡委员，谢谢副院长龚董，接下来请江启臣委员。啊，主席，麻烦请邀请副委员长。副院长，是那个江委员长啊，副座长啊，我想这个巴黎恐怖攻击事件，当然上礼拜有发生在巴黎了，不过现在比较麻烦的，或者我们比较难预测的是其他地方，是，他也已经撂下狠话嘛。要攻击华府，对，华府还有莫斯科啊，甚至有其他地方。我们看到美国跟俄罗斯，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似乎也没有那么同调了啊。内部其实有一些矛盾，那再加上这个 IS 他们对外这样子的讲话哈，其实我觉得可能会掀起另外一波啊，这个恐慌啊。那我们在海外的这些侨民，尤其在这些国家都不少。尤其在美国最多。对，那美国虽然经历了911，但911之后，其实这个恐怖攻击的阴影一直都没有散去。对，已经超过十几年了。对，其实美国社会存在普遍存在一种不安呐。对，那我想侨民大概也没有办法去避免。是，所以在这部分，到底目前侨委会你们做了哪一些是预防的措施，或者是一旦发生的时候，你整个 SOP， 甚至最糟的状况？撤侨的情况，
啊、哦，你们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安排跟规划？好的，我要先就我这边的这个所了解的情形来做一个回答啊、哦。那个，你讲一下 SOP 啦。好，那个我们，比如说那一天法国巴黎的这个事情，对，你们。侨委会在第一时间怎么样处理的？我们第一时间是先做联络，因为我们侨委会要坦白说在海外有什么样子的系统来联络，有大概五种系统在做。那一个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海外的侨商侨团以及侨校组织哦，那么立刻去询问。那再一点就是我们有 email 系统，我们的 email 哦，大概有建立了大概有85个群组，那你可以联络到2万人， email、这2万人可以再联络到他们家庭，总共联络到8万人。还有所谓那2万人是全球2万人，还是只有巴黎那个地方？不是，是那个全球，全球2万人。对对，全球。然后那我们在那个 Facebook 的系统上面，我们也是有40几个专业。那这些专业可以联络到大概将近1万人左右。啊、哦，然后还有那个还有那个 Twitter 哦，总共有 Twitter 对 Twitter 有3个，有哦，对不起，那个脸书是可以有42个专业。对脸。脸书目前42个专业加入的人数大概是2万多人，可再联络4万多人，还有个 LINE 群组，我们有39个 LINE 群组。我请教一下，对，当天巴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是你们在巴黎，你们也有侨教中心嘛，对不对？其实在你们在巴黎的这个侨务工作其实还算是蛮重要、蛮大的一个配置在那边了、啊。没有，我们巴黎现在没有侨教中心，就是只有侨务秘书在那边，有几个人在那边？就是一位侨务，就只有一位在那边了。原来有侨教中心，好多年前所以你们那这样，你们跟外交部怎么合作？我们的秘书就是在跟他们合署办公的，就在我们的外交部的单位里面。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当然我们都知道，应该是整个外交部要来负责统筹了。对对 对, 对、哦。那你们在整个外交部他的 SOP 系统里面，你们负责什么样子的角色？我们所负责就完全是联系侨民的角色，然后联系侨民嘛，请各个侨团来加以回报。哦、那当一天啊，如果以巴黎这个事情为例的话，对，你们是当天就处理完毕，多久的时间内能够联络完毕？哦，那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大概只有半天左右就全部完。半天全部确认，当然只要看你侨民数多少了。对对对，如果你巴黎那个地方，你差不多半天整个处理完毕嘛。对对对，速度是非常快的。好，我想当然那个是已经发生了，但是未来是啊，尤其现在他已经撂下这种狠话的话，老实讲，你就必须在这一些可能发生的地点哦。对。去做好相关联络的准备了。是是是。好，那当然，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到撤侨那种地步？我们是不愿意看到那种事情发生。是。可是，在你们的整个 SOP 的所有情境的模拟或者预判当中，这个是一个选项吗？是，一定是一个选项。是一个选项。市长坦白说，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们会内也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研判哦。嗯。凡是有参与到中东那边的事务的国家，都有可能会受到恐攻，而他恐攻的一定是有一些象征性的城市，嗯、哦，就像纽约，就像巴黎，这种是一种 symbol，、嗯、是一种有代表性的地方、嗯，而且呢，在那个城市会发生的地点，也一定是人潮非常聚集的地方，嗯、哦，所以像那就你们的研判了、啊、哈、哦，台湾有被他们列为是对象吗？我们的原判是没有，绝对不是我们，绝对不是他们 priority 对象。那问题是参与，这里面当然涉及到日本有没有参与啦，啊，是，就是说东方国家有没有参与，亚洲国家有没有参与？那如果亚洲国家也被列为他们对象的时候，其实包括因为我们的外形等等，会可能会跟华人啊，跟大陆、跟日本、跟韩国是。容易可能被混在一起，是是、哦。我想这一点可能也是未来你必须要去做好相关的研判。了解。了解啊、因为恐怖攻击它大概不长眼睛的啦。对对对。啊、哦，所以我们可能相关的这些准备工作都必须做好了。对，我们反而是觉得，就是出外短期旅游的国人，可能是真的要特别小心，就是不能够到那些特别的那种。所以现在哪一些国家你们是建议不要去？我们很难。建议不要去，因为我们都是跟随我们的这个外交部、啊，外交部同意宣布，他们对国外有那种黄灯、绿灯、红灯的这种警示来做。我想最后一个问题了哈，
就是你的这一个海华教育基金会啊，你们有培养一些到国外去教华语的志工，是是，对不对？是。但是我比较纳闷的，104年你们只培养了10位，是这样吗？不是不是，我们的志工有两、啊、只培训10位是这样吗？不不不对，我们这个有两种志工的形态，有一种是暑期、短期出去的志工，那个都是各个大学的大学生。对。那我们总共培养有派出去有那个34位。啊，那是暑假派出去的。这些出去有没有薪资？没有，没有薪资，完全没有薪资。他们是志工，是不可以拿一毛钱的。哦，完全就是志工。那你们负担他们什么？我们是负担他们的，他们说暑期的短期志工，我们几乎没有负担，是他们自己付机票。他们自己付机票，对，然后自己去，然后吃住全部自己。海外的学校是招待他们住宿。哦，住宿他们负责。然后中间我们并没有付他们钱。哦，他们也不可以到那个国家拿钱。那侨委会你们主要负责什么？就是负责培训。哎，对，是负责培训。那你们所有负责培训。培训他们什么？哦，我们培训他们在海外侨校的华语文教学的技巧，以及当地跟如何跟当地的小朋友、跟当地的家长沟通的方式。那个这个只有暑假是不是？对，我们有两种类型的志工，像我刚刚讲的是这个暑假的志工。那暑假志工做完以后，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进一步对东南亚那种全日制的侨校，我们也派出我们的志工去。所以那个志工，你们一种是找退休的嘛，一种是找在学的，是不是？对，那退休的那个我们是10月份才开始启动在做，所以第一批我们招募的人很少，就是只有10个人。因为我们要符合海外东南亚，比如说他们有10个学校报出有10个缺，我们就招10个人去对应。我想当然你用志工我们不反对，对、啊、但是在志工的筛选跟素质上面是是是、啊、还有一些培养上面可能必须做好准备工作啦，是是是，而且他们在海外的一些安全你们可能也必须顾虑啦，对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既然你要用志工的方式来执行这样的工作，我们也希望它是有系统的、长期的，对，好、哦，把它变成是一个你们的招牌、啊。是是是。好、哦，我觉得海外志工团，像美国，它是有所谓的 Peace Corps， 那个是完全针对，比如说维和的，啊、哦。但是如果我们是针对文化的，其实你们也可以弄一个文化志工团，是是是，海外的文化志工团。啊、哦，专门来推广华语文跟台湾文化的志工团，我相信在台湾社会里面有很多，不管是退休的、在学的，他没有经济负担的，他其实他希望有这样的机会跟经验，但是希望去从事这样志工的人，我们也希望你们好好的培养，是，他会变成另外一支军，是，啊，那这支军他是不拿枪，但他会有他的影响力。是的，所以我希望侨委会你们该好好利用这个东西。是，非常谢谢委员的建议。我们事实上现在已经开始，这个有没有编经费在做？我们的经费事实上非常的少，因为就是用基金会的钱。对，是用基金会的钱，所以我们也只有培训的经费。其实啊，没有关系的，你好，你基金会也可以去募款嘛。我们社会各界搞不好你要做这个事情，很多人愿意捐款的啦，我不会骗你啦，是是是，不一定什么都要用政府的钱啦。是 是, 是，很多大企业家可能想要捐这个钱。是是，哦，你在登高一呼去募款都没有关系。是的，我们很希望，但是要把这个招牌做出来了。是，啊、哦，你用民间的力量去做这个事情了。对, 对, 对，把海外文化志工团把它打造起来，好不好？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招募明年的志工，已经希望能够扩，但是我觉得规模再大一点。对对对，好不好？对，一定要是扩大的。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江委员。接下来是我。请黄伟哲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信副委员长。啊，请副委员长。那个龚董事长一并哈。好。黄委员早。副委员长早。是。刚刚讲到，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在旅发的华的台侨哈，还有华侨，还有许许多多的侨民呐哈，但是。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如果这次在法国，或是接下来有因为所谓的恐怖攻击所造成财民的生命，当然是要确保是第一优先的。那如果有这个财产的损失，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对于侨民的这个或台商了哈，
他们的一个就是应变的一个救助的方案、啊、这部分需不需要？侨委会你觉得嘞？像过去这样，去年五一三，那如果说这次如果是恐怖攻击，然后造成了，因为除了他们私人保险、民间保险之外，政府是不是，尤其业管的，你们负责业管的侨委会，需不需要又有一个给他们的一个慰助或是慰问、啊、是我们的这个方面是一定要做，而且这是侨委会本来我们当然希望不需要用到，但是不能没有准备，没有错，没有错，对。OK， 第二个想请问一下哈，这个因为刚刚提到了，其实好多前几位委员有关心到说，像华盛顿或是纽约这些地标性的，甚至于我们隔壁的南韩。都有被列入、哦、那这几个地方其实坦白讲侨民蛮多的、哦、所以说有没有借助一个侨民的联系的系统，请我们的侨民能够更加的提高警觉。有那个巴黎恐攻之后啊，我们其实立刻所有的就透过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电子网络以及我们的海外侨团的网络，把我们的呼吁他们出入多注意。当然对每个人都是切身的是更关心了、啊、但你看远在台湾的关心啊，都关心他们了，他们一定会更一方面感到比较温暖，另一方面也会更加注意自己的出入安全嘛，不是这样的吗？啊、哦、对，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也想到了另一个问题。这个，刚您说这个委员长在巴黎待多久？他在巴黎总共待了三天左右。三天，对。期间应该我们要等他回来的，等他来听他在巴黎的那个哈的那个亲自见闻哈，第一手报道。好，但是我们想请问一下，龚董事长，刚刚提到说我们有一些银行的捐赠。是吧？是、哦、那未来有没有考虑有一些，譬如说过去曾经受惠于海外信保基金的，或者说事实上他们也想帮助海外的企业的、哦、信保基金可不可能在章程或者在你们的内部的组织架构上、哦、能够也让这个海外的侨商、哦、台商或者这个甚至于这个其他的来源，而不只是我们自己国内的政府的捐助到这个基金里面。是，报告委员，目前除了一个是捐助，一个是募集啦。是、哦、捐助的部分，事实上我们也在考虑未来是不是有可能把开放海外董事吗？台商的组织跟台商重要的领袖能够加入到这个捐助的这个部分名单里面。是是是，我们也在研究是不是朝这个方向来修正相关的法规。尤其像你这样，像国内哈、哦，国内譬如说有家福中心。是家福中心，就很多过去曾经受惠于家福中心的这个孩子，然后他们长大了，然后他们甚至有经济上啦、社会地位上、这个社经地位上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都有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地位了哈。是，那经济也上也更稳定了，他们都愿意回馈给家福中心。是是是。那相对的，包括海华啦，包括这个信保啦，其实过去有一些纯粹是帮助性质的。虽然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个手续费，我们有收手续费吧？有0.65%，对，非常低啊、哦。但是这个将他们如果尤其你说0.65%啊，其实各地的这个利息啊、哦，贷款利息不一样，像东南亚就蛮高的，越南、柬埔寨都蛮高的，他们那个利息银行利息都蛮高的，所以这个0.65%是蛮低。所以如果是国内的贷款0.65%就。不是特别低了哈，但是如果是有些国家，他们本身的利息都这个利息都已经蛮高的，存款准备率也蛮高的这种情况下，啊，0.65%是相当的低的了。是是，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如果说将来这些企业，你帮忙他们渡过难关，那么得还款正常，但他们有行有余力的话，也可以捐助给这个。海外信保。是，谢谢委员、哦、我们会来研究。是，要这个部分希望能够再思考一下。那海华其实也要请吴董事长要注意啊，就是说海外如果一些受过帮助的、哦、这些侨生，我们当然希望说扩大的、哦、然后他们也可以回馈给这个基金，还有包括双手跟他其他的。哇，副院长，这个部分侨委会是可以思考一下，是就有一个机制嘛，我们愿意给他们，那他们行有余力也可以回馈给是相关的这些基金，好不好？是，好，谢谢。另外一个问题，这个
我们想问一下，这个这次信保基金有提供从现在从99年度到103年度保证融资次数有降低了，从这个1370几件降到1200件，这微幅降低的原因在于你们业务紧缩，还是说这个是审慎考量求这个求助者他的这个资金或怎样的？报委员，这一次我们特别把这个所谓动用的次数跟金额列出来，以往没有列，但这个部分是我们一个额度保证之后它在里面循环动用的次数，所以这个事实上不能够代表我们真正承保的一个绩效。那我们每年是你们授信的额度里面它在自己动用，对，自己动用的次数，有时候动用的多动用的少，就是他们自己的，对对对。 那事实上我们的新保的件数是在持续增加的。 好，谢谢董事长，谢谢副委员长。谢谢黄委员。接下来我们请下面请委好，谢谢主席，好，请副委员长，请信副委员长。是的，肖委员长。好，副委员长，我想今天很多委员都很关心这个在法国遭受到恐怖攻击之后的侨民安全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不只是在巴黎了，其实恐怖事件一直频传，那像之前有俄罗斯的这个航班失事，后来也证实也是恐怖攻击，所以我想无论我们的侨民在哪一个地方，甚至是在台湾本土，这样的问题恐怕也会在整个现代的国际环境里面也越来越严重。那现在那个外交部有一个像每次出国他跟电信公司合作有一个报平安的机制，这是对国人要外出旅游。那我们侨界除了你刚刚讲一些社交软体什么 LINE 啊脸书有没有什么样的机制是可以有登录那让我们掌握一下侨界的状况当然这个严格来讲是华人的你们以前都认定是侨民了，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是 focus 在跟台湾还是有所连结，要么就户籍台湾还留有户籍，但是因为工作因为什么样的理由这个短期居留海外或者是移民在海外的这些乡亲那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联络管道跟回报的机制。是那个是那个谢谢委员的询问那个坦白说我们自己的研判其实我们真的是发现就像那个肖委员刚刚讲的对于这个恐攻的防止坦白说非常困难它会发生在任何地方那我们其实所能够做的就是说是后续的如果一旦在哪个地方发生的话我们要怎么能够去紧急救难那我们的这个目前外交部那边是有一个海外留言板就平安留言板那这个是他们所那个做的东西那我们也之前我们在其实我们一直在设法能够联络到我们所有在台湾人在海外定居短期居留所有人的这个希望我们都很希望能够联络到每一位我们没有建制这样的 database database 没有因为很有意思今天如果有旅居海外的台我们的台侨他想要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机制他现在要去找谁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建制的管道是你现在是说侨委会主动去找这些人来建制当然是有困难因为有些人他未必搞不好他出去他未必要跟我们联系没有错没有错但是想要跟我们联系我们总是要有一个机制嘛 对不对那我们凝聚一个 community 的概念那包括平常报平安啦或者是万一不幸有发生什么状况是相互协助的一个机制有没有是这一点我请我们的侨民处的处长来回答一下谢谢是
报告委员，我是侨民处处长庄琼芝。那有关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一直在思考，因为就像委员刚刚提到的，我们主动去联络海外这么多侨民，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我们只能透过一些点，然后慢慢变成线，然后把网络建起来。那目前我们建立的机制，大概就是刚刚副委员长已经报告过的。那至于说如何让侨民可以来登记来作业，我想我们可以在网络上，类似网络留言板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正在研究说怎么样它可以主动来登录，然后让我们知道。是因为留言它可能只是一时间的，它没有建置一个好，我想要跟你有一个联系管道，是就是好、这个哦，它并没有把它建置起来，它只是说啊，我现在平安。可是它你两年后要再回来再找这个人的时候，他其实想要跟你有连接，你并没有把它找到。是就是、我希望你们好好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啦哦，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建置这样的一个好、哦、一个可以凝聚 community 的一个。网络，毕竟现在科技术这么多、就是、那不要只是被动的等人来，我们把机制建起来。当然我们没有能力主动找到所有的人，可是想要来跟我们建立连结的人，我们应该都要有一个机制来欢迎他们，把这个连结给建立起来。是跟委员报告，大概就是说刚刚类似那个有一个平台让他们来登录的这样的机制，不一定是只是留言。那譬如说现在在各地的那个度假打工，其实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机制。对，那这个登录平台是什么？因为你现在外交部它有一个，它主要是针对国人去旅游的这个临时性的，那你们在处理的又不一样，你们是长期移居海外的，好、哦、打工度假又是另外一种类型，那这种多头马车，好、哦，那可是你现在看起来就是缺你们侨务这块啊。好，外交部有外交部的打工度假的，就是缺你们啊。我们会运用这个网络平台跟这现在的这个资讯的科技来建制。好，那你们建制应该要尽速的让我们海外的侨民知道。好，那这个以后慢慢会累积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 database。好，也是一个相互支援的。当然，在发生这样的悲剧的同时，不只是这次法国巴黎，其实之前就很多的像叙利亚的难民啊，在约旦啊、哦，其实都有。这样的人道的需要我们去关心跟援助的地方哦，那我们其实也应该更积极的来整合资源哦。那我想另外一个问题，其实长期哦，我们不只是台湾啦哈、哦，我想各国也会担心这个开始的一些族群之间的歧视问题哦，尤其是我们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开始有人建立一些刻板印象，对伊斯兰教的人哈，或者是对不同族群的人哈，有一些偏见，有一些成见。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多数的伊斯兰教信徒是主张和平的，是跟我们一样哦，要正常生活，要安居乐业的。可是，我觉得这些偏见的形成，很容易造成族群之间的冲突。那之前在印尼，在其他地方也产生一些。啊，排华的问题，这也是族群刻板印象建立所带来的伤害。那我们曾经啊，也因为被误以为是这个中国的移民啊，什么也在越南啦、啊、等地也受过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啊是应该要有所宣导哈、哦，不要让我们在海外的侨民哈、哦、产生哦我们跟其他族裔之间的这个紧张哦，那我们要弭平这些偏见，那真正塑造一个比较和谐的社会哦，其实这些工作都应该要进行，而且是经常性的一个内化的教育啦哦，不是发生事情之后才在做宣导哦，那是不是在未来的包括我们的侨教里面哦，我们的这些教育，因为毕竟长期旅居在海外的台侨，他本来在各个族群之间的互动往来也更多哦、不要形成啊一些这个族群之间有这些好、哦、isolation 或者是好、哦、因为 isolation 或者是不理解对方而产生好、哦、衍生长期滚雪球式的好、哦、种族歧视跟偏见哈、哦，我觉得这些工作都是长期要做的哈、哦。今天会发生这种激进式的这种恐怖，而且有这么多人去同情他去加入他，这不是一时间造成的，是长期的。族群之间的剥削压迫啦、哦、国际的战争、哦、很多很多的历史因素所造成的、哦、那我们不是在帮他找借口，但是我们总是有很多预防性的工作是可以 来做的、哦、以保障、哦、我们海外侨胞的这个安全，但是同时也是对整体的世界和平应该要有一些积极的作为。哇，我想非常谢谢委员对我们这方面的指教，我们真的是会好好往这方面研拟。事实上，我们觉得啊，
欧美这些国家，因为整个社会比较成熟，所以呢，他们可能会为单一事件会对整个族群会怎么非常的不友善，这种情况可能不能说没有，但还好，但是东南亚这个情况会比较严重，很容易被激起来。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确对东南亚的这个整个国家的宣传，我们非常重要。谢谢你啊，谢谢。谢谢校委员，谢谢副委员长。接下来请林玉芳委员。主席，我请下我们副委员长。请副委员长。副座你好哈。是林委员长。这个我最主要是要提，还是要提这个欧美珍的事情，因为他的哥哥前天晚上我还遇到他，他就住在我们那个社区，那个万华的那个社区。哦，是。那因为在12月21号，我们在审外交部预算的时候，我提案冻结了多米尼加的援助款2000万，是啊，就是希望多米尼加要跟我国针对欧美侦案侦办的情形建立每个月定期汇报的机制，是，还有我国官方提供专业咨询协助调查等要求，要做出具体善意的回应，是，否则这预算不解冻，这样是。那现在有什么进展没有？好的，那个外交部就是我们驻多米尼加的当事，我们的新任的，就是新任的大使去了那边以后呢，他已经指定了他们一个首席的参事来担任他们的这个所有联络的窗口。我不想打断你的话，但是因为我时间真的很有限，我要问你，那个我们冻结他2000万以后，是多米尼加有什么反应没有？政府有什么反应 ？So far。你知道的有没有什么反应？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我们的这个外交部，他立刻就遵照委员的指示，然后开始就是有联络的管道，而且真的是每个月定期跟对方在联络，而且多米尼加的警方现在变得比较积极。那有关于欧美珍的家属，我们事实上从一开始，我们一年三节，我们都是有同仁亲自到他家去拜访的。这我了解，你们我不怪你们侨委会，你们处理的不错，因为他哥哥有跟我讲，你们都有跟他们家属联系，有安慰他们，对，也跟他们说明进度。我只是要了解的就是说，对，多米尼加，因为你那边有侨务单位嘛，对不对？有大使馆里面，所以对你们应该有你们的这种管道去了解。就是现在多米尼加政府，我们动起来2000万，只是一个姿态嘛，是吧？对对对。那未来不排除我们要动它更多啊。我们只是说希望给多米尼加政府一个施压嘛。所以我只是要问你的，就是说你们的了解，现在多米尼加政府有没有改变态度？多米尼加政府事实上现在坦白说，在警方这方面是相当积极配合我们的，只不过他们一直反映到他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找不到证据，他们的证据没有，他们不断在验指纹，找更多的人来验指纹，可是都没有，就是都没有办法验到。我们当时调查局愿意提供协助吗？有，但是他们很消极啊，是因为他们没有积极的回应我们了、啊，没有，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调查权好像是他们一个国家自己的主权，我们只是协助他们而已嘛。对对对对 对，这你们持续注意一下吧。我不会轻易忘掉这件事的，对对对，因为这等于是我的选民的这个家里的事情。一定的。另外就是海华文教基金会，我看你们编的那个支出啊，105年支出方面编了9,083,000元呐、啊，其中推展华侨文化事业编了150万嘛，对不对？是。可是你们在执行这个钱的时候呢，我发现你们有补助国内的学生出国，是啊，你们为什么要补助？哦，不好打，所以找我的老朋友来回答，是不是这意思？来复航是吧？松博是这意思吗？怎么样？对我们那个，因为如果有国，他如果到国外去有国际性的活动，我们都有补助。本来应该外交部给的吧？怎么会是你们给呢？因为我是替你担心，因为这个董事长大人，你的钱、你的预算其实很少哎。是的，你知道吧？那这个出国这种补助、这种开会的钱，这应该外交部补助啊，不应该侨委会啊。你侨委会尽量你们的钱要用在侨界，这样才会有收益嘛，才会有那一种
人家才会感谢什么。那他们我们的学生出国，年轻人出国，这跟外交部申请才对啊。外交部每年剩好多钱，你知道吧？这个我们可能是只有象征性的，因为他到外面也去慰问这个，去那个跟侨民，就是跟侨商的，台商的第二代啊，就他们跟他们有这个交流，所以我们只是象征性的跟他们补助。Okay. 好，谢谢了，这个。那个副座，你下次不要找我朋友出来挡问题啊。那个我再请教一下，你们海外信用保证基金里面编的收回呆账的那个钱啊，550万啊，现在我们究竟还没有收回来呆账的总金额大概多少？好的，那个请龚董事长。报告委员，大约是台币9亿左右。不少钱啊。对。所以看起来大部分都很难收回了，是吧？因为海外的部分事实上很多它的债权有时效，那有些地区它6年10年以后就不能够再展延了，所以现在我们的策略就是说，在海外虽然失效，但是我们准备在国内，因为我们国内的15年是由我们的债权还持续存在，所以我目前把这个部分的焦点转回到国内，所以持续还在今年，就是为什么会特别多，就是我们把这个方向稍微转了，整个策略做一个调整，那海外虽然失效的部分国内还继续来追偿。有什么不同？因为海外的部分有些它因为失效以后，当地的银行已经没有办法对债务人来进行求偿了，因为它时效已经完成了。 那你现在转到国内来，国内就有办法求偿的了。因为国内的部分是用我们基金的债权，因为我们基金代偿出去，我们取得一个求偿权，这个求偿权时效是15年的。可是国外的银行，国外的银行已经失效了，但是我们目前开始用我们自己的人力来催收，我们自己进入到法催、okay. 自己跟债务人来谈判，可是很辛苦，对不对？是是是，对不对？所以走一条不同的路。你说刚刚讲九亿嘛，是吧？对，能够收回的，可不可以告诉我大概比例多少？你有把握的？我们目前的整体收回率是13.61%，在国内的信保基金来讲，跟中小接近，那么跟农信保比较低，因为农信保有很多的农地。那但是以目前来讲，即使是银行，那么它的信用放款的这个收回率大概在20%到30%之间了，所以还有努力的空间。我们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来努力。所以你们现在变成这个收呆账了啊？很大一部分在做努力。你知道在社会上这也是一个地下的经济的一环了，然后请这个专门的人去讨债。我们是自己做，你现在扮演讨债公司了。我们自己用正常的管道来做。所以以后这个钱啊，你们要贷款出去，真的要谨慎小心。是是，谨慎小心，要不然真的不得了。是好好，谢谢委员，谢谢，谢谢。好，谢谢林委员，谢谢副委员长。接下来请陈正湘委员。主席，有请副委员长。请副委员长。那个陈委员长，副委员长啊，基本上我想今天我们是审这个三个基金为主，是，刚才一开始我也听到副委员长的报告，是，认为我们海外信托基金，在龚董事长的这个领导之下非常有成效，是，我也看到他们这个资料，确实做得很具体，对，我想这个证明的一件事情就是事在人为，是，事在人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想这三个基金都是希望有效地给这个资金呢运用在我们侨界。那这个问题来讲，我们每一年针对国家的目标，国家的利益以及我们侨民的需求，有没有在年度里面做一个总检讨？对于这个基金的这个总额，跟这个基金预期发挥的这个现在发挥的功能，以及预期的效果，有没有做一个很具体的评比？那我们未来怎么样能够扩张？那一年完了以后，比如说到今年年底结束了，我们有没有做一个检讨？怎么样未来去做一个更好的一个运用？这方面有没有做？有，那个我想我这么报告一下，比如说举例子哦，我们对于那个海华文教基金啊，我们在去年底我们就完全做一个全盘的检讨。
以前海华文教基金所扮演的角色是他自己不太办什么活动，然后呢都是对外补助，所以外面的补助案非常多。那我们就整个转向，觉得文教基金会是自己需要办活动，所以在我们吴董事长的这个总的推动之下，我们展开了很多新的业务。那么这个新的业务实际上就把等于说把我们要花的钱放到我们自己要推动的新的业务上，比如说全球十大杰出华裔青年。哦，那个还有海华那个师铎奖，还有我们的对外派的这种志工团，这都是新的业务，所以等于说我们整个方向有非常大的转变，所以这个是这个方面是在做的。我想这个希望我们未来能够给这个具体的这个事实，在我们下一次的检讨方面能够提出来具体的数据跟成果，这个才有意义。另外我们要讲，譬如说那个庄守跟基金，它这个额度很小。对，我们有没有办法给这个饼做大？是，它的功能继续保持，就是它原来的意思我们了解，它怎么样去鼓励这些年轻的学子？但是这个额度有限，利率不断的，甚至于将来现在欧洲都可变成负利率了，所以这个问题来讲，它不可能再增加了。要想短时间扩大是有困难的。对，那我们要给饼做大的话，让它这个功能能够发挥，这个我想我们。在侨委会方面，在这方面是不是可以多做点力？是，应该是要这样做，但是我们也碰到一些法规的限制，就是说国外他是捐款的时候啊，他有他的那个已经白纸黑字说的目的。我懂你的意思了，你们好好去参考一下。了解。第二个问题啊，我想委员长在外面不断的这个去巡回宣慰我们的侨胞，我们这是一个好的事情。我也了解，最近他可能会到日本或者到柬埔寨。那我们了解，现在我们整个全世界的这个台商，我们遍及将近快70个国家嘛，有一百多个，180几个点。好，那我们这个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台商的会议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所谓被动的，就是说是台商自己发起的，还是我们侨委会在计划座位上面？鼓励他们去做这个事情。一开始是我们侨委会在全球把它布建起来的。那么一旦布建起来以后，他们自己因为是有会，他本来就是每一年要固定开他们的年会，所以这个年会就在全世界就是主动会此起彼落，而且变成年年都有。好，我想我们不要为开会而开会，不要。对，我们希望达到预期的效果跟目的。对，譬如说就柬埔寨而言，是过去它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对，现在是一个待开发、未来充满希望的一个国家。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这所谓的这种我们台商，对，他们之间有没有互补性？利用这个会议的平台，对，作为他们一个沟通的桥梁，是，或者是给东南亚的我们的台商做一个整合，变成一个我们台商的一个团队的力量，对。不要单打独斗嘛，是。然后我们政府在后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个会议开的才有意义啊。是，如果我们会议只是吃个饭、讲个话就解散了，是，那开不开有什么关系啊？是，我们呢，事实上我举两个例子啊。我们今年呢，就是我们请世界台商总会的刘学林那个总会长呢，以及带着各州的台商会长去访问东协6国。去拜访他们的每个国家，他们的国会议员以及他们政府部门，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协助台湾能够加入 TPP 这些组织。那像去年我们在美国的杨信那个总会长呢，他带了很多我们各地的台商到美国国会山庄去拜访了43位国会议员，所以这是我们政府在背后跟他们一起在推动。我们很希望他们真的是不是在一起只是吃饭喝酒而已，就是他们能够真的帮我们国家用他们台商的力量能够做非常多的事情。这个的确是我们的。我想我同意啊，我们希望每一次的台商会议都能够发挥对下一次台商会能够做一些启发或者指导。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想去年我们参加这边这个李副主委李副委员长也去了金门的这个建县100周年。我们看金门在海外的侨乡侨民对于他这个乡土的认同跟支持，我们能不能够给金门的这种作为扩大到我们台湾各县市？我想这是一个启发，我请侨委会在这方面去努力思考一下。
这样子的话让他们对于这个我们国家的认同，对于国家利益跟他乡土利益的结合，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为。是的，我们呢在推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侨委会内部已经成立，去年就成立一个叫金门小组，就是专门对应到金门跟金侨的作为。那我们现在其实一直在鼓励金门县政府能够，如果在下面能够设一个科，就是侨务科，哦，就是以县政府来设侨务科，但他们现在只是设的一个社会科里面下面一部分的业务。事实上坦白说，中国大陆每一个县市下面都有专门负责侨务的部门，台湾没有，台湾就只有中央有一个侨委会，这样子是动能是不足的。如果我们能够让全台湾各个县市政府它里面有一个科是专门联系它自己县民在海外的这种种种情况，那我们整个侨务系统就完全建立起来。好，这个意见很好，我支持啊。好，谢谢陈委员，谢谢副委员长。接下来请詹凯成委员。好，谢谢主席。主席，我请一下副委员长。请副委员长。是张委员长。副委员长，副委员长，那个委员长现在人在巴黎嘛？刚刚离开吧？今天早上会回来。他在那个比利时，有开了一些侨团会议啊，是，还有在巴黎也开了、啊。那我有收到一些这个他开侨团会议的照片啊，但是本来要弄过来，一下时间弄不过来啊。我确实是在巴黎开了，没有错，这个比利时也开了哦，也开了。所以这个刚刚有委员问到说，如果我们海外的侨胞，对，有情况受到像这次恐攻的情况之后，对，我们对于这个海外的马上去关切这个 SOP 啊，刚刚您是那边说有五种啊，对，当然你可以经过你们外交部，经过我们外交部，经过你们侨委会的系统，对，经过海外侨商台商的系统，对，那你还另外两个是什么？哦，你说一个 email 是吧？对，就是所有像是 email、脸书、那个 Twitter、Line 等等的这些，那个是比较间接的哦。最快的就直接打电话问海外侨胞最容易了，因为搞不好爆炸什么都是隔一条街啊，就是隔壁啊，认识的人怎么样啊，他们都非常清楚了。是啊，所以这个也许是比较快一点。这个社群软体有个好处，就它一发是大量发的，可以发几千几万个，所以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速度很快，对哦。另外啊，我们这个你们两年来一直在推这个加执行的这个侨生的方案啊，是对于这个弱势侨生你们的照顾，到了台湾之后有没有确实照顾到？因为有时候来的时候他跟我们反映，这是侨委会的事情，另外呢他变成说那个是教育部的事情，是，所以你们照顾的情形到底情况是怎么样？有，我们对于凡是弱势侨生，包括尤其是加执行方案，因为来参加加执行方案的哦，几乎都是在海外很弱势，都是比较贫苦的侨生，对啊，对啊，那我们就立刻就有奖学金去对应上去，嗯，所以那么而且就是会给他们一些学费的减免，生活上的照顾，对，生活上的照顾这个都有，而且他们因为是加执行方案，他们是本来就可以到外面做那个建教合作的，所以这种建教合作他们会有一些收入进来，因为这些进来啊，他生活习惯的问题，语言的问题，对，搞不好接受霸凌的也不敢讲啊，这个就我们政府的免疫啊就受到打折了，是啊，所以这些我们还是继续照顾一下，好不好？是，好，谢谢哦。那个主席，我请一下龚董事长，请龚董。委员好。好，那个其实啊，今天的三个基金会啊，在这个龚董事长还有我们这个好朋友我们吴董事长的这个主持之下，我认为其实都没什么问题了。谢谢委员。而且还有进步啊。谢谢委员。你们支出增加了，不，支出减少了，然后收入增加了，我认为这个非常好。谢谢委员。那个有一个一些海外侨胞啊，他们要争取这个贷款啊，而且我一看他这个名字是他向中小企业海外信用保证金贷款，我以为这个就是侨委会啊，所以我赶快介绍给你、啊、说海外侨胞需要贷款，结果你们说不是啊，那中小企业海外信保那个是什么、啊、报告委员，现在事实上很多的这个银行也好或是业者也好，都把海外信保基金当成是中小企业信保基金里面的海外部，所以过去可能我们对于银行也好业界的宣导可能不是那么的充分，
所以今年以来我们针对银行做了大型的说明会，那么大概参与的有主管800多人，那么未来我们也透过广宣媒体，希望这个部分能确立海外信保它自己的一个机构的这个主体性啦，让大家知道如果有海外的这些案件来找的就是海外信保，而不是中小企业信保里面的海外部。对，因为它是泰国侨胞啊，是他的企业也在泰国啊，对，结果他怎么中小企业，我说你就为什么不找这个，因为其实我也不晓得谁是谁啦，是，那个他又说那个最高金额是200万美金，你们也是我们200万嘛，应该是我们，所以我想说一定是你们啦，结果不是，是啊，应该是我们没有，结果他小的是中小企业的，叫做中小企业海外信贷，不，他应该是我们、那如果，所以我们会再跟他联络。你们就继续一下，就希望他们能够那个。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委员。那另外那个刚刚说有一些钱呢、啊、没有收回来啊，是，老实讲很难收的啦。但是呢，你们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国外的这个债权已经没有了之后，在国内它还是有，是还是有，是。那你们如何去用国内？他不能就说在海外骗了钱，然后回到国内之后还可以自产，还可以买东西，还可以生活得很好，这个是最令人家讨厌的。是啊、所以你们如果他回来的话，你们有什么机制把他挡住呢？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这些逾期代偿以后的这个侨台商回到国内来自产、那这个部分我们用基金自己，因为我们代偿以后承受的债权、我们用我们的自己的这债权对他可能去进行法律的诉讼程序，比方对他起诉，对他取得支付命令，甚至假扣押、对于他的达到这些执行命令，我们就可以去查他的财产、那查到财产以后，我们就会进行假扣押甚至强制执行，那这个部分我们都在进行，目前假扣押到的财产也有、那么未来这个部分可能是我们一个新的管道。那他们原来的担保的呢？担保的东西呢？担保大部分在国外的话已经处分掉了，哦，已经处分掉了，在国外已经处分掉才申请代偿的。哦，好好，那我看你们这个追回来的钱也增加了哦，是这个继续努力啊。谢谢委员，做得很好。谢谢委员，好，谢谢委员。那个主席，我再请一下那个海华文教吴董事长。哎，吴董事长，那个副座你就回座吧。好，谢谢。你就不用找他来代打，我直接请他来比较快。郑委员好。这个吴委员好。董事长好。很久好。郑委员好。好久不见了啊、哦！你做得非常好，尤其去年的那个狮驼奖，还有今年的十大企业非常好，还有你有两个这个东西做得了。我讲话很少超过时间的，我每次都是时间完就下来了。两个很好，就是海外教师的这个培训，所以这个非常好。我们去过台北，我们去过非洲，去哪边地方啊？教师都不够。那些教授都不够，学生那么多，所以你做的那个工作啊，你们的培训啊，不管是十名还是34名啊，我认为那工作做得很好。谢谢张委员的鼓励，那你会继续的加强，继续吧，好不好？好，谢谢你了啊，这个谢谢，这个都弄得非常好啊，谢谢。谢谢张委员，谢谢副委员长。接下来请邱志伟委员。谢主席，有请信副委员长。请副委员长。好，邱委员长。副委员长，副委员长，现在驻外的侨务秘书总共有多少人？我们全部驻外侨务秘书总共51人。总共51人。对。那驻在的管处有几处？总共有17个管处。17个管。对。最大管是哪一管？美国。最大的管处都是3个人，比如像 LA。有那3个人在那边 ，LA 对，纽约也是有那3位。那这个欧洲呢？欧洲有哪些国家是有侨务秘书？欧洲有侨务秘书的，英国一位，巴黎对不起，巴黎一位，伦敦一位，然后德国柏林一位，在荷兰一位，就是总共只有4位。所以整个欧盟只有4位侨务秘书。对，只有4位。那整个欧盟的这个大概我们的侨胞大概多少人？总共欧盟的侨胞，对不起，相关数据。这个资料可不可以让我们去查？立刻去查。好，所以欧盟那么多国家，那么多侨民，只有4个侨务秘书。是。如果发生这个，比如说类似是巴黎恐怖攻击，对，那我们对侨民要就做一些的这个联系。或者对侨民做一些的这个工作，这个是由
侨委会来主导，还是由外管来主导？那个其实大部分是外管在主导，因为欧盟那么多国家啊，大部分都没有我们侨务秘书在。那我们刚刚所获得的数目字总共有总有十七万多。十七万多的侨民在欧洲各国，而且面临的问题是他们非常分散。那么他们主要工作是什么？侨务秘书最主要工作是什么？做侨团的联系。对，那个侨团联系，还有那边有我们的侨校，那还有我们的台商，就是每个国家都有。你们有没有紧急应变的这个通报机制？有。有没有这个 SOP？SOP 是有。比方说啊，在非英法德荷哈，这四个国家有驻我们的这个侨务秘书，如果非在这四个国家，如果发生这个所谓恐怖攻击，对，那当地侨民需要协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求援的管道？他们的外管如果没有侨务秘书的话，他们自己也有那个侨务组，是由外交部的人员去负责的，所以就变成外交部的驻外人。可是没有侨务秘书的外管有相关的资料吗？有，他们一般的侨务联络是都有做的。所以我们驻外的这个侨务秘书，他的指挥是受侨委会指挥，还是受这个当地外管的指挥？当地外管的指挥。那他的电报的处理是要不要经过外管的处长先了解，都要再报回来侨委会？对，都要。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政府，不管各个部会，只要外派的到海外，一定是外交部的大使啊，就是说做那个全面的主管。所以你看，这个四位侨务秘书全球只有51位侨务秘书啊。对，他能够发挥的功能只是打打电话或者联系而已、啊。哦，不止那个，凡是有侨务秘书的地方，他们业务是非常非常能够发挥这实质的功能，我就是还要去检讨哈。那你如果以后并入外交部，你的看法怎么样？我们的立场觉得，如果没有我们自主权被并走的话，那侨务功能一定是越来越弱。所以你不赞成说未来一段时间侨委会的功能要跟这个外交部合并？我觉得这个功能非常不一样，因为外交部的功能它毕竟是对外国的国家，要对他们的政府、对他们的国会，就是对于当地社会的主流要加以去做的。那我们侨委会是专门是做侨务。那你这样讲的话，那没有侨务秘书的这个外管怎么办？事实上也坦白说，没有侨务秘书的外管。就要看哦，对不起，我们的侨务秘书如果他没有在国家，他会兼辖那个国家的业务。哦，有的时候在欧洲那边是兼辖的。欧盟四个人要管十七万，要管这个整个欧洲国家。对不起，那个我的数目字可能要改一下，就总共那边的华人是170多万。170多万，四个人是华人。这力量是很有限的，这功能很有限的。你怎么样把这个服务的职能扩大？当然，这个组织要调整。我们事实上不只是我就怕说侨委会这个各行其事，没有跟这个外交部有横向联系啊。不会，这样我会觉得这个在服务侨民的功能上面会大打折扣哈。不会，我请教一下这个龚董事长。是，请。请龚主委，龚董事长。委员好。龚董事长，那个104年绩效哈，是那总共这个信保的这个融资保证大概有几家？7000，目前1到10月份一共承保是248件，金额是7409万美元。对，248家嘛哈，那最大的承保金额是多少？200万美元。那上限呢？上限就200万美元。上限是200万。是，它是集中在哪些的国家？哪些的产业？我们目前比较集中第一名的是越南，越南，其次大概是泰国，美国。跟南非，欧洲几乎没有，欧洲非常少，所以集中在东协国家跟我们主要的出口市场就是，美国，南非为什么会那么多？因为南非那边也事实上有蛮多台商的，那么台银南非在那个地方也布局蛮深的，那我们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承保大概比重占到48%，所以还是以东南亚地区为主，几乎超过一半了哈，是。将近一半。那主要的这个产业类别呢？产业还是在制造业为主。传统的制造业。制造业。制造业哪一类？各类的都有，包括汽车的零件啊等等的这些部分都有。所以这就是属于中小企业嘛？
规模比较是偏中小的部分，因为大型企业它大概筹资能力比较强一点，不会用信保。大概偏小企业的哈。中小企业。所以这个，我觉得会不会想要贷不到了，或者想要请你们协助，被你们推荐比例成功率大概是多少？我们目前推荐非常的少，为什么呢？但是我们比较碰到的困难是说在额度的部分。因为我们基金规模比较小，所以我们限制一个上限是200万美元，在除了东南亚地区以外的其他部分是150万美元，所以有一些时候可以满足这些厂商的需求吗？对，所以有的时候厂商比较需要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满足它。这个有没有办法做调整？我看你们这个风险管控还不错啊。是，那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检讨，就是说把这个额度能够适度的依照地区的需求强度去做一些的这个分散？是，比方说你在这个欧洲，在非洲就比较少，所以它的额度可以比较低一点。在东协国家需求强度比较强，所以它的额度是不是可以放大？这个部分我们会再来研究。一个弹性的机制，不要说你一条线画下来，我上限就是200万，就是不同的区域做不同的区域。你要按照它需求强度跟它这个厂商的这个特性。是，谢谢委员指教，我们会来研究。能不能去检讨一下？好的，谢谢，谢谢委员。谢谢委员，谢谢董事长。接下来请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不在，请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请许天才委员。谢谢主席，请教信政委、政副主委，请副主委。是的，薛委员长，这些 A 屋都是你主管的吗？还是抓公差来的 ？OK， 不是，因为这个四个基金里面，由我来督导的部分是有两个基金。哦，另外两个基金不是你督导？哦，对不起，因为是三个基金，那个就是海花基金会那个部分，因为是文教有关系的，是我来督导。那有关于那个就是信保基金，因为是跟那个商务有关系的，所以是委员长跟另外一位委员长在督导。哦，不同的人在督导。是。那主管呢？主管的谁在啊？林老师说是请基金会董事长吗？对。好，请龚董、吴董。龚董、吴董，是。吴董事长是负责海花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那龚董事长是那个信保基金。来，我先问信保好了。委员好。你规模这么小哈，是那你的以行政费用啊、人员的待遇啊等等啊，是兼差吗还是怎么样？哦，我们是专职的。专职的待遇呢？我们待遇过去是比照公营银行库。哦，比照公营银行库。是。那以公营银行库一家最小的银行来看的话，规模都比你大，是哦。那待遇你跟他一样，那你会不会觉得无聊没事干呢？还是哦，报告委员，我们事实上人力非常精简，我们目前20位员工要做承保的业务，那今年以来我们还针对国内自己来做追偿的业务，所以包括还要海外的访宣，所以我们事实上人力是非常的精简，而且每一个同仁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哦、所以现在我不是针对你这个单位，针对哦你们这个人员个人哦来探讨。是，我说海外华侨这么多，好、哦、区域那么广，那现在以海外的这个台商也好，以海外在地的侨商也好，好、哦、今非昔比吧？是，哦有好的有坏的吧？好，然后各国的银行，各本国的银行，包括中国到那边去的，包括台湾到那边去的银行的分行也越来越多。是，那你们的角色跟功能，哦，是不是要去调整？哦，然后补他们的不足，哦，还是怎么样？而不是墨守一些陈规，守株待兔。你来啊，哦，我跟你保证啊，看看啊，有些信用基础。好，没有的，有些信用情况过去比较差的，一般的银行，好、哦，可能好、啊、有所嫌弃而不这个进行贷款的，来找上你，那你看的还可以，但是规模这么小，哎，我时间到了，啊，一点几分钟啊，
四分钟啊，不要问了，没有意义了。好，重新调整，好，时代变得可以大作为，以你的经验，好，以你的经验应该怎么做才是理想的，把它规划出来提给新政府。好的，我好好干，给我100倍的功能，好，我薪水不要增加，好，是是要这样比啊。因为哦，随便去到处哦都有商机。你看以前东南亚是落后地方啊，现在东南亚是新兴国家，亚洲四小龙被他赶过去了。是东西结合起来，中国这边做投资，他们政府跟政府哦，这个 G2G 的关系这么好，我们靠什么？我们靠这个人民对人民，我们靠台商台侨。是那这一块我们要扶持他，哦，让他在这边生根，而且能够茁壮，哦。我也跟我们财政部讲啊，你知道你的银行去啊，主动的去找他们，你业绩很好，你过去信用很好，你还年轻，哦，你的第二代接棒也很顺利，你有什么扩张计划？哦，你给我5年计划，我5年专门辅导你，哦，这成绩就出来了，不是守株待兔啊！现在到处我看，我出去考察看都是守株待兔，哦，甚至陪衬连带。你那大银行，我们去分一杯羹，哦，这个哪里是大台湾有前途台湾的作为呢？难怪经济沉沦啊，难怪我们越来越走不出去啊，被看扁啊，哦，所以你的经验很丰富啊，不得了哎，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麻雀变凤凰是可能的。谢谢委员，哦，所以我鼓励你，啊，努力，我看你还年轻嘛，你这个还不到50岁嘛，因为我超过50岁了。好，哦，那养元有数，哦，那还可以超了哈。哦还有那一超，谢谢委员。哦，这个我时间有限了，啊，真的，我想哈，哦，我们共同来思考台湾改革进步之道。这样下去维持现状，维持现状是偏安国且而已啊。好，哦，退步那，哦，就死路一条。好，哦，那进步呢？一般的进步也来不及了，也来不及了。好，哦，世界没有这么一个小国家面对那么大、那么强、那么崛起新兴的国家的敌人的，只有我们。你要投降吗？好，哦，前功尽弃。你不投降。你要比以色列更以色列，比新加坡更新加坡，那发挥台湾人特色，我们特色基础很好，基础很好哦，你不要小看他哦，哦，人家没有这个侨委员会，我们有侨委员会，对不对？那基础就比人家多一项了，对不对？好，哦，好了，我时间关系的，对不起啊，谢谢委员指教，谢谢徐委员，谢谢龚董事长，接下来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不在，请邱文燕委员，邱文燕不在。请杨立环委员，杨立环委员不在，请赖正昌委员，赖正昌委员不在，请周尼安委员，周尼安委员不在，请李同豪委员，李同豪委员不在。本次议程已登记质询委员除不在场之外，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我们现在处理提案哦。那请议事员。边宣读边休息。下面没有。没有啊，就你就先宣读，你有原稿，先出宣读。我们现在处理临时提案哈，那请议事员开始宣读提案。那宣读提案的过程中，我们先休息。那休息直到提案宣读结束，以及委员都请就位开始审查的时候开始哈，请宣读。宣读105。等一下，那个各位列席官员，你们可以先宣读提案了，可以先自由休息哈。宣读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侨委员会主管信托基金，因庄守根公益基金依基金运用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总支出37000元，三总支出42000元，四本期短促5000元。二受理捐赠侨生奖助学金基金，一基金运用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总收入2781000元，三总支出2948000元，四本期短促16700元。接续宣读，财团法人文教基金会预算，一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入总额，一受赠收入398万3000元，二财务收入510万元，三支出总额，一劳务成本487万2000元，二管理费用
421万1000元，是本期剩余零元。宣读财团法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预算，依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入总额依保证业务收入2219万9000元。二、财务收入1682万5000元。三、支出总额依保证业务费用2203万3000元。二、管理费用1519万5000元。四、本期剩余179万6000元。接续宣读提案，首先宣读海华文教基金会的提案。第一案，海华文教基金会推广华语文教育，师资水准不一，原此要求3个月内研议志工教师之招募、培训及服务内容之改善措施，并向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委员黄邱志、江启程、詹凯程、陈振香、黄伟哲。宣读财团法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相关提案。第一案，案由信用保证基金呆账应紧速收回或处理，原针对业务收入项下收回呆账编列550万元，增列50万元。提案人委员黄伟哲、连署人委员萧美琴、邱志伟。第二案，信保基金业务支出项下加班费编列49万5000元，宜编列过高，原减列47万5000元。提案人委员黄伟哲、连署人委员萧美琴、邱志伟。第三案，信保基金管理费用项下加班费编列42万3000元，宜编列过高，原减列28万元。提案人委员黄伟哲、连署人委员萧美琴、邱志伟。第四案，信保基金邮电费编列36万元，宜编列过高，原减列13万5千元。提案人委员黄伟哲、连署人委员萧美琴、邱志伟。第五案，信保基金差旅费编列150万元，宜编列过高，原减列25万元。提案人委员黄伟哲、连署人委员萧美琴、邱志伟。第六案，信保基金印刷费编列24万元，宜编列过高，原减列12万元。提案人委员黄伟哲、连署人委员萧美琴、邱志伟。第七案，信保基金员工训练费编列26万4千元，宜编列过高，原减列15万元。提案人委员黄伟哲、连署人委员萧美琴、邱志伟。第八案，信保基金业务推广费编列100万元，宜编列过高，原减列46万3千元。提案人委员黄伟哲、连署人委员萧美琴、邱志伟。第九案，信保基金书报杂志编列6万元，宜编列过高，原减列3万元。提案人委员黄伟哲、连署人委员萧美琴、邱志伟。第十案，信保基金资讯处理费编列14万5千元，编列过高，原减列10万元。提案人委员黄伟哲、连署人委员萧美琴、邱志伟。第十一案，信保基金修缮费编列24万元，宜编列过高，原减列10万元。提案人委员黄伟哲、连署人委员萧美琴、邱志伟。第十二案，信保基金安全及清洁费编列42万元，宜编列过高，原减列7万元。提案人委员黄伟哲、连署人委员萧美琴、邱志伟。第十三案，信保基金杂费编列23万4千元，宜编列过高，原减列9万元。提案人委员黄伟哲、连署人委员萧美琴、邱志伟。第十四案，信保基金机械及设备折旧本年编列17万3千元，宜编列过高，原减列15万元。提案人委员黄伟哲、连署人委员萧美琴、邱志伟。第十五案，信保基金104年度债权追回绩效较上年同期大幅成长470%，财务收入绩效也较去年同期增加365%，显示该基金收入目标设定过低，恐造成绩效成长之假象，予以检讨，并依据实际情况订定每年预算收入目标。提案人委员萧美琴、黄伟哲、邱志伟。第十六案，信保基金累计亏处金额仍高，历年累计转销呆账数额颇高，建请基金宜加强呆账之收回率，并积极督测风险管控。提案人委员萧美琴、黄伟哲、邱志伟。第十七案，信保基金推出之专案受惠厂家仅22家，市险偏低，建请就该专案执行成效不佳之原因加以分析，如厘清灾损范围、简化流程、
还款宽限期之设定等，落实政府政策之美意。提案人委员黄伟哲，联署人委员萧美琴、邱志伟。第十八案，信保基金应加强宣导，使更多侨台商了解其基金功能，以加惠更多侨民、侨营事业及台商事业，并增育基金收入。提案人委员蔡锦龙、詹凯成、陈振香、黄伟哲。第十九案，信保基金主要业务办理业务未见成长，原建请积极开拓业务，使更多侨台商了解该基金功能，以加惠更多侨民、侨营事业及台商事业，并增育基金收入。提案人委员黄伟哲，联署人委员萧美琴、邱志伟。第二十案，越南513专案灾后重建贷款信用保证计划受惠厂商有限，该基金宜就成效不佳之原因加以分析，落实政府政策之美意。提案人委员萧美琴、黄伟哲、邱志伟。第二十一案，信保基金推出越南513专案灾后重建贷款，为受惠厂商有限，宜就执行成效不佳之原因加以分析，落实政府政策之美意。提案人委员蔡锦龙、詹凯成、陈振香、黄伟哲。以上宣读完毕。
我们现在开始哦，请那个副委员长，副委员长请就坐啊，各位长官请就坐哈，我们开始。我们先从海外信保基金开始哈，海华有样了，海华有样，可是我们先从好，先从海华，因为海华快，海华只有一个案子。好，就我等一下我们进行的方式就是，请问我按照案子的顺序讲，然后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过关哈。好，海华有没有意见？遵照办理吗？好，遵照办理。好，请顺便报。那姜委员的第二个，好，现在开始海外信保基金第一案，信保基金原来增列收回的增加收入，请你们增加50万。好，议案通过。第二案，请表示意见。拿麦克风，这边有。主席跟委员，这个部分我们不休假加班费是根据劳基法来编定的，因为我们事实上好，那就根据劳基法没有，那就撤案了。好，谢谢。第三，这也是根据劳基法编列的加班费，也是不休假加班费，班可以吗？那是不休假加班费，不休假加班，因为大家没有办法休足那么多。第四案，邮电费的部分我们跟去年预算没有增加，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因为过去稍微执行比较保守一点，未来我们可能要加强跟海外的宣导联系，还是需要这部分费用。我们少减一点啊，减10万就好了。报委员，这部分已经非常少，我们预算没有增加，是跟去年完全一样的预算。那你们执行率还是没有执行完，因为前年不是在。好，没关系，是。好，那就撤案。谢谢委员，谢谢主席。第五案我们今年也没有增加预算，这个差旅费部分，因为我们要对海外的访宣跟座谈会，还有要实刊案件，所以这个部分对我们风险控管业务宣导都有需要，而且没有增加预算，没有增加预算，我们减10万就好了。好，报委员太少，太我们这个部分非常的少，你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省下去，什么都不能减。其实你后面的印刷费我们都可以少减，甚至可以撤回。你这150万，报告主席，因为我们今年的总支出减少20%了，总支出减少20%，所以我们里面每一项我们都详细的检讨过了。我们总支出减少20%，那是你们的检讨啊，那是你们的检讨啊。是，播报员，差旅费真的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跟你讲，好吧，那减5万了。好，谢谢委员。印刷费的部分本年也没有增加，印刷费撤回了。谢谢主席。第七案撤回。第七员工训练是员工训练以及我们就让你们增加一些训练费嘛，因为刚刚有委员说你们希望员工增加专业的职能嘛。是谢谢。好，业务推广。业务推广费也没有增加，那么过去可能执行的比较稍微保守，但是我们今年还是希望大量让海外的侨胞能够知道这样的讯息，那么我们会办大型的说明会跟媒体宣导等等的部分。我们减10万就好了。鲍委，我们这个长期都是这个数字，是不是可以维持？那因为我们没有增加预算，鲍主席，如果你们的执行率也够，我跟你讲，你们如果执行率有如果够，然后真的是绩效有提升，那下一次要编的话就比较好编嘛。也不是说今年减到90万以后就不能够再增加。鲍主席，这个部分我们非常希望能够维持啦，因为推广费真的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块。他们很有成效。好，那减5万了哈。好，谢谢委员。第九案撤案了哈。好，谢谢。6万块钱，书报杂志。第十案资讯处理费，你们都用了哪些？资讯处理费我们增加5万，最主要希望我们能够自动化、医化，能够将来能够在网络上面来做一些操作。好，11案。这个部分我们也没有增加。你是用了哪边的修缮？是你们主建筑物的修缮？大楼以及相关的设备，因为已经30年了，完全从来没有修缮过。好，那撤案了。谢谢主席。12案。清洁费。清洁费完全没有增加，这个部分就是固定的一些需要啦。完全没有增加，没有增加。这是委外嘛？对对对对，委外的，还有一年一年签，对。撤案了，谢谢。13案杂费的部分我们增加8万，最主要是同仁的
桌椅尤其是椅子都坏了，超过20年以上都没有换过，所以今年想要把同仁的椅子稍微换一下。那有一些都，那你们去年呢？好了，其实20几万，好了，谢谢，谢谢，谢谢主席。14案。这一项是因为我们今年有增加6部的电脑设备，依照规定必须要提列准这个折旧，这个部分可能是没有调整的空间。OK， 陈案。15案。这个部分，这个是决议案，因为事实上我们为什么稍微这两年的收入支出稍微增加，是因为有银行的捐助，一共1.1亿，这部分是不确定因素，所以我们没有把它放在收入里面。所以说，请你们检讨有困难吗？没有困难。好，那就遵照办理。谢谢，谢谢。16案。遵照办理。是。建请案。17案。17案，因为513事实上是需求的问题，我们事实上极力的在要求他们能够来利用。那但是那我们是建请了，我们是建请案，有困难吗？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是建议你们吗？是。18。遵照办理。19。遵照办理。20。遵照办理。21。遵照办理。那就审查完了。谢谢，谢谢主席。然后那还是李伟，你要继续质询啊。侨委会105年度所属庄守训公益基金受理捐赠侨生奖助基金，奖助金基金，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财团法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会，预算业已审查，业已处理完毕，交财政委员会后会诊后送院会审理。请问委员会，院会审理前是否需要党团协商？不需要。院会处理本案时，请推派一位委员做补充说明。刘昭伟、黄伟哲和本席哈。本次会议既有马文君、杨应雄等位委员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相关单位已书面于2周内答复。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补充资料者，亦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2周内提供。本次会议散会。